说那个要戴口罩，但是看很多人不戴。对，他们都不戴。那个男的戴了口罩，戴了那个帽子，那种他们有长头发。对，他穿着花衣裳，他们穿着花衣裳。我想要那样头发，但是妈不想要。朋友一起玩，如果你不交朋友的话，你到这个地方来玩。
以后你自己，以后自己约一些朋友来玩，以后约朋友，你都认识小朋友，我没有朋友，那你为什么不认识小朋友？